眼下正是鲜虾上市的时节。近几年，江西上饶市万年县利用低洼地和山塘水库养殖南美白对虾，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。在江西万年县的一个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，村民正在忙着捕捞白对虾，装筐过秤，一筐筐活蹦乱跳的白对虾装上排队等候的车辆，运往各地市场。这个虾非常肥美，大约30来只就有1斤，这种规格在市场上是比较畅销的，市场价格现在大约是35元左右。淇布乡地处万年河流域，地势低洼，近年来，当地政府因地制宜，鼓励农民大力发展南美白对虾特色养殖产业。原来这里啊，什么东西都种不起来，现在发展养虾了，收成很好。我在这里做事啊，一年都能赚到2、3万。经过几年的发展，目前万年县南美白对虾养殖规模已达1000余亩，年产白对虾约80万公斤，可实现年销售收入1600余万元。